你那手机怎么那么亮啊？搞暗一点。这个是最暗了。你这个太亮了，会影响孩子成长的。哦。哟，好巧啊，在这都能碰到你。是呀，这辈子都躲不掉了。约呀。我这个帽呀，我快被吵晕了。高高的青山上，雪草花开放。棒！孩子他妈，我睡不着。你又咋啦？你看咱现在的日子，天天围着孩子转，好无聊啊。你想咋样？我想寻求点刺激。要多刺激啊？哎呀，就是能够刺激到灵魂深处的敏感点。哼，我怕你受不了。还有我受不了的？这个月房租交了吗？孩子的学费交了吗？跳舞画画的费用交了吗？家里的电费水费燃气费交了吗？你爸你妈我爸我妈的生活费交了吗？刺激不？棒。橘子，你还记得中国最南边是哪里吗？我记得呀，是珠穆朗玛峰。最北边呢？黑龙江漠河以北。那最东边呢？黑瞎子岛。最西边？帕米尔高原上的乌恰县。嗯，记得不错。以后你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你都要记住，这里是祖国，是故乡，是生你养你的地方。嗯。